这好吗？我道歉了。来，这个在上面哦。想骗我？哎、欸，好了，中芦荟。嗯，都是牌子，我全猜了，在这边。因为猜的，在这边。什么？好上面，太上面了啦！啊，买袋面条处放在哪？你想多了，高斯牌怎么见了？在上面。那他们要怎么上来？就跑步上来呀、啊！哇！好，我们开始，做跑步喽！好难啊！开跑步喽！好，你们加油，我交个田。你们加油，田有点大。这个，搜一下啊。小麦成熟了，哇，好爽！我小麦明天才成熟。啊，我小麦还要39颗。哎，小麦要种到死，小麦要种一天呢、欸。对啊，该也不准。温、冬，夏天。应该跳上去。等两次。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可以吧？哦，有发现我的聊天室、哦，没有，刚刚太刺激，聊天室看到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就刚刚真的很激烈，还蛮激烈的、啊，刚刚后面很激烈啊，嗯、对啊，超忙的，你很久没有打到那么忙了、啊，直到发现6、7、8颗炸弹炸不死一个人，就心累了，就拒绝努力，再怎么努力。也没有用，放菜吧。6、7、8颗没有丢成功，但没有丢12，只剩14颗。现在观众场啊，这样，你去那个巧克力的 RC 抢。巧克力哦，哎、欸，我发现每次我开台都会讲一样的话、欸，哎，嗯，巧克力。就每个人都来我的这边问巧克力有没有开台啊，而不问你们有没有开台。哦、啊，每次都这样，很正常啊。嗯、我那边也是这样、啊，问你们有没有开台，差不多难过。这样子，不是他们那些人就是到所有人的台问说巧克力有没有开台。哦，大家都是这样子的评审，他们是有办法把每个人的台全部逛一轮，然后那我以后要说去小雨的台问，谢谢。他跟巧克力比较熟，他来我台就会被ban掉。我昨天最凶巴巴了，快了快了快了，快浇完水了。我也快了，我也快了。我中个蓝莓，我跑酷盖好了。好，我本来想说，哦，那我来中一大堆兔子吧，发现不行，也超坑。超坑。嗯、这个游戏也很恐怖，不要玩。真的是不行，不要养草，不要养动物，就种田跟种树就好了。刚刚动物养一大堆都没屁用，气死！被吃就打死。不是动物比水井还要没用啊！对，比水井不用喂它，会给你钱。对啊，还可以2分钟拿25块钱，好棒哦！不会说话都比较会赚钱了。气死！我要来回收这些猪，太多猪。铁栏杆啊！你要杀猪了？我已经卖掉了。哇！哇，这里好吧？不是啊，太多啦。啊，就不用留那么多。欸、对，那个1.14的那个先行版啊，它玻璃有变哎、欸。玻璃又变怎样？机眼版还是先行版啊？先行版有先行版了、啊。它又变怎样？对，变得很透明。哇，太棒了！嗯、没有痕迹了，是不是？就是痕迹变很少，大概只有。左上跟右下2块而已吧。哎呦，哇，听起来很赞的样子，好棒的。我觉得之前那个真的很丑。真的。我每次挑材质包，我都会挑那种看起来玻璃超透的。我不喜欢看到上面有痕迹，很丑。好了。让那个人开。呱呱，到农场。呱呱。呱呱。呱。呱。这个好变好好跳，哎，变下去了，没有没有，我还故意跳歪。对，最好就是那种玻璃一整块慢慢的那种。有，漂亮。花龙当时。哇。那花没人进来。那是我要放时钟。那瓜牛跟
为了不是瓜，什么瓜牛？瓜牛？对呀，瓜牛。瓜牛？谁啊？我现在一定在种菜，对啊，看不出来吗？我也在看另外一个荧幕，哎，很明显吧？当时会实况就是因为玩新路啊，就玩这款，超适合啊。哦、对啊，最开始反正就是先玩新路，就是新路谷，新路谷达人呢、欸，才开始有固定在直播。新路谷小天才，一天七八九个小时、欸，真的。那时候我还有在上班呢、欸，这样你们就看不出来我在干嘛。打到正的荧幕。想看这个画面。叫做什么是种田？我玻璃。嗯，以为我在剪万圣节影片，没有啊，我没有参加。这次的没有哦。嗯。而且我不能开台剪影片啊，那个太卡。输出不行吧？剪、嗯、剪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卡。为什么这一个只有三个？打一个，这个我刚打掉一个了，可以的，可以抓牛逼呀，可我刚打掉一个，怎么丑啊？怎么那么丑？看一下，喵，还补一颗，旁边怎么有？很不好补，回来弄一下。那个是在模拟深海守卫吗？还蛮像的，硬要放一个不一样的，然后就是。角落很深，我会把整面墙都变成这样子，我决定了。有了有了，准备了。刚阿斯亚坏掉，哎，法师在上面。哎呦，我不敢看。哎呦，这个是目前弱势方会有绿宝石的，这是歪的哦。哇，我那是歪的。所以反之，等一下小心他们雪球轰炸。每分钟会有十颗。额外十颗哦，是每个人吗？应该是放在仓库里而已，仓库吧。每个人都有点可怕，每个人对啊，可能守一个炸弹欸，集资哦，一次搞你们。放哪一个啊？嗯，万圣节啊，这得这么做啊。巧克力，你为什么不开台？关在问巧克力在哪里？巧克力都不开台，光是问啊！我要把你的直播放在我的。上面多少？你跟我讲，直播，没有直接放了个影片，没有看，在剪辑吧，直接开个分页。巧克力的是多少？中间有点，中间放的好像不太行，把它填起来，把它填满，填满填满。哦，不行，这个一定要那个。那观众场，我们主导就用古树幽谷喽。哦，好啊，哎，这已经是正式推出了，有多少？九多少的直播？他没在吃。没有，我听到的是你九零九五一八八，九零九一八八。好，我就倒在就你就我一八八。那我就倒在画面上面，自己去找。然后你 No Life 怎么找、欸？你以为那么简单吗？请问 No Life 是什么？这样吗？请问怎么？你就等一下问我师父 Google。这里，头上这里。然后发现我的直播画面全都是加入的。不用说明。嗯，这个地方放实体会不会杀不死？万圣节，我想放一个那个深海守卫。对啊，看着蛮舒服的。营销错误。深海守卫，但在哪里？帮你开一个路。啊，掉出去了。看得到吗？这样守卫岛在第三阶段就会有了。嗯，第一、第二，他们都被骗了。骗什么东西？你放什么？这边长得美轮美奂，结果不是，不是在这里，不是终点。长得美轮美奂，他直接在这里泡水了。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还是为什么不是这里？不是这里，被骗了，选择蓝队了。在上面，巧克力上面，上面，这边有一个那个骗子，那边还有个选择蓝队，这个有屏障挡住，点不到，对对对，假的，被骗，那如果点有没有用？哎，点有用，有用啊，有用。
你要用一个点的没用，然后就一直点。哎、欸，所以那个屏障改掉了没啊？嗯，你说图案吗？我那天只设屏障，这就不知道了。好，我再去试试看。然后就又你又踢踢错人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有踢对人啊。哦，好好，看你啊，看我干嘛？你踢你干嘛来我这里、啊？我以为你在屏障那里啊。哦、有屏障我也不知道啊。问这个看第二个蓝队出现了。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哦，他们怎么还少一个人？这样屏障就是我们，只有藤蔓可以往上爬吗？哦，不是哦，往上爬之后上面几个有个屏障，我那时候用箭矢射不到人，就会一直射在屏障，都射在屏障上。对啊，对，而且都要射作者，一定是作者开外挂。就叫你不要射作者。哇，那不然怎么办？作者请进。Open， 哦、oh, ，Open，Open， 我还是把那个生态手会杀掉好了。哦哦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、欸，二零，来，可不可以连间谍也不知道自己是间谍啊？不显示就好，完全不显示就行了、啊，就完全不显示。之前有一个人不知道，不知道是谁哦，到底是谁呢？说双方都以为没有间谍那一场吗？还是说双方都全部都是间谍那一场啊？双方都是间谍，那到底是？而且双方全部都是间谍那两场我都在，而且我都是国王，真好玩，好玩。好了，来，我们这一场的中间主导是那个自焰鬼谷，这个也是更新的，酷，会长得怎样我也不知道，谁在用200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嗯，这个方块子，你在干嘛？主导是巨树、啊，你改了什么？分数1万分，作者推荐的，一万分。弱四方，每分钟有10绿宝石。万分选择蓝队，对，作者推荐的，好不好、嗯？他说改成这个主导，中间建议是一万，可能就是中间会有分数的产生。没关系，慢慢看。上面原来如此，他们都跳上面，嗯，我也可以走，对，我也可以走草坪，他们都没跳到，不能这样。200够了吗？200可以的吗？可以啊。你看你那边玩，有人就跳了，他说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问题，再玩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嗯，一直在玩指令，不玩了，不玩，完了完了，有没有来？那怎么了？你对伍怎么办？你有跟着我啊！你都蓝队，你都蓝色 ID 了。嗯，还没有跑完，很担心。好，九 B 十，他们跳了就跳了，就没了。那就拜拜喽。开场，八八八八八，钟离，来，被拔完无限，准备第一个喽！啊啊，卡住啦！那个。对，就是还要先清一下，嗯，清一下，飞机吧，不是，欸，哦，那个，哎，我怎么在这里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先存钱，什么20网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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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存，赶快存，赶快存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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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铁，给我铁，给我勇气，来来来，啊，还64下，不要，没有了，你扛住加 Q 就好了，战术，啊，我们这人进来了，这样有没有需要的？嗯。哦哦哦，有改有改有改，水泥墙上面有纹图腾。哎，上面有一只辅导遗忘啦！什么？我看外面。哎，在发亮哎！你们到底在？哦，中间有辅导遗忘，要小心。而且还有一个箱子。所以那个会一直有分数。急迫。辅导遗忘，那这样子要去中间吗？冲啊！卡差点。还是引到对面那边啊？引到对面那边去。但是他有分数啊。也是呢，辅导遗忘是这样子哦，他现在是无敌，但是三分钟过后只要一打就会死。哇，这么弱？哈，这么弱？但是他三分钟都无敌，你怎么打？你等下去打他你就知道了。哇，你像他，你要跟他拖三分钟？当年我们五个人站他也站不死啊。你冷一下，大家都一样。我要来了，辅导遗忘被锁了，管他不喜欢我们。我要堆钱好一点，半圆又来了来了，他们要过去了，他们要过去了。辅导遗忘只会在中间，他过不来。
哎、欸，头上头上，镶在头上，镶在头上，箱子。哎哎呦！小妹来了。哎、欸，我想要拿，可是被打了，啊、被打了。哇哇哇哇哇！我被困住了，好强啊！小，谁说他弱的？站出来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眯眯眼的来了。我对不起你。楼下。哎、欸，眯眯眼的。他想挖。法师，法师，你有掠过第二次了，法师。他想挖，他想挖，我们哭了，哭了，快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有点太。